主持人花玲。那你们太热姐，我好害羞哦。好的，那大家这两天也就是8月1号、8月2号这个周末呢，是屏东动漫展中比较动态的一个演出活动。那平常呢也会有静态的展示，就在你们左手边的这栋屋子里。那里面有蛮多就是国内绘师的作品，大家等一下看完演出之后，可以到里面看看动漫，看看老师们的作品，吹吹冷气凉一下啊。不过在这之前，我们还是先进入今天的重头戏，我们的动漫演出。